仙侠剧长月烬明，萧琳爱没爱过叶希雾，当局者清，旁观者更清。唯一的变数就是叶冰裳了。萧琳到底喜欢谁，因为什么而喜欢，只告诉了叶冰裳一人。叶冰裳最后可感动了呢，详情尽在下文。长月烬明，萧琳没爱过叶希雾，只爱过叶冰裳。为什么说叶冰裳是唯一变数，原因就在这里了。狐妖翩然失了情思，被叶冰裳占了更多关注与爱慕，没能带给叶冰裳更多安全感，甚至让叶冰裳以为萧琳同他的山盟海誓不过是情思作祟。直至身陷囹圄，拆开萧琳写的最后一封亲笔信，叶冰裳才幡然醒悟，萧琳原是爱他的。叶心悟是叶冰裳同父异母妹妹，更是恶女，为了得到萧琳的爱，不惜对叶冰裳下药，意图毁掉叶冰裳清白。萧琳可是有皇位要继承的人，怎么可能对这种又蠢又坏的女人有好感？反倒是叶冰裳黑化之前给难民施过粥，萧琳难得任性一次，就是向他的父皇求娶叶冰裳。皇帝忌惮叶家功高震主，只册封叶冰裳为萧琳的侧妃。叶冰裳未曾明言的不甘委屈，叶家可以佯装不知。萧琳想让叶冰裳当他真正的妻子，也就更希望与叶冰裳坦诚相待。叶冰裳有点兔丝花属性在身上，总想找一个依靠。叶家给不到叶冰裳的，萧琳给到了，但叶家亏欠叶冰裳的不是萧琳能够填补。像是安全感这种东西，以前没有，以后就很难有。叶冰裳在叶家百般忍让叶希雾，大冬天被叶希雾推下冰湖，还要为叶希雾开脱，不就是因为他无人倚仗吗？萧琳的包容让叶冰裳学会了真情流露，乃至摘下虚伪的道德面具，直面害怕与渴求。有烟火气的自私未必不如迫于形势的大度。就是吧，黑化后的叶冰裳做得过了，疯狂过后伤人伤己，连萧琳也失去了。原著小说《黑月光》拿稳 B 剧本，不一样在哪里呢？萧琳没爱过叶希雾，也没爱过叶冰裳，唯一爱的是穿越成叶希雾的黎苏苏。叶希雾还有一个身份是黎苏苏恶魄转世，伤害了叶冰裳并不觉得抱歉，一如许多霸凌者。萧琳厌恶叶希雾，却被叶希雾喜欢，喜欢黎苏苏，却不被融合了叶希雾魂魄的黎苏苏喜欢。这就是叶希雾对萧琳最后的报复。叶冰裳多了一条情丝，让男子情难自己。萧琳爱上了黎苏苏，才明白自己对叶冰裳是不爱的，但他已经娶了叶冰裳，愿意给予叶冰裳最大的包容。叶冰裳背叛萧琳，投靠澹台烬。萧琳留下的暗卫依旧供叶冰裳驱策，但求护叶冰裳周全。分手见人品，说的就是萧琳了。长月烬明降低澹台烬封批度，加深萧琳深情度。黎苏苏和萧琳一直是互不爱慕状态，萧琳的一腔真情也就只给了叶冰裳，与叶冰裳有几条情丝无关。要是叶冰裳早点知道，少一点偏执，也许就不逼了呢。